为了照顾社区中者的健康，保安乡下游社区特别为长辈规划了激励运动的课程。尤志刚带着长辈做伙蹲仰片来做运动，让因的脚手啊搁较有力，避免因为无力就来摔倒受伤。长辈是带着仰片做伙来做运动。理事长表示，顶下听到长辈因为有血了，手甲脚无力，无顺利摔倒受伤，因此社区特别规划了这激励运动的课程。除了带动因运动以外，嘛让手甲脚更加有力。今日的课程吼，还是咱的激励的运动啦吼，脚力、手力的运动啦吼。啊，咱做这个运动吼，啊，要让咱的这个吼，咱这长辈吼，啊，会当脚行、手行啦吼。啊，咱啊有做这个训练吼，啊，咱的脚也有啊，还是讲咱的脚力、手力拢较有吼。啊，预防咱这个行路吼会滑倒啦吼。啊，做一个舒展活动啊，让因吼啊身体会较健康。啊，来遮吼啊，振动者啊，伸手伸脚啊，让因安尼吼，大家脚人、手人。长辈大家拢真欢喜，大家做伙运动有伴过劳力，感觉真好啊，啊真轻松啊，啊无压力啊，而且做运动足欢喜的，啊过劳力，啊头壳吼较袂戆戆。对于社区的用心，长辈是真感谢，互因感觉大家来社区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。新竹华新闻蔡良谦播音，彩虹报道。